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大家好，用花传幸福，花县有您真好。为感谢台湾防疫期间6000多家健保特约药局及卫生所辛苦的协助贩售口罩，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与台湾花店协会特别合作办理“用花传幸福，花县有您真好”赠送花礼的活动。2020年4月22日，在台北花市，由农粮署胡忠义署长及国产花卉形象影片代言人谢祖武先生一起致赠药师工会代表叶仁成常务理事花礼，感谢他们的辛劳，并邀请台湾民众一同向守在疫情最前线的工作人员献出花礼，用花传递幸福。记者邹志忠报道。也许世界真的变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变远了，生活的步调变乱了，世界的声音也变静了，但依然不变的是我们渴望幸福的心。只有坚持，才能使幸福绽放。用花让幸福传递，请支持国产花卉。